跟臭要饭的碰到我就赏你60块，如果当年倒的不是我，那倒的就是该变成小蛙蝎。上一期不是找到一个人才小蛙，他喜欢玩 remix， 我现在又翻到一首，我那么翻给你听一下。北派的 B。大天才。太合适了。Net combo。我感觉像假面黄袍缠绕我身体，把安全带给系上，这 flow 像遇到强气流，我轰炸整个行业就像卫星撞地球。他们像科学家问我句子如何造的，热带的公式如何套的，是如何绕的。我回答他们说我只是听着 beats 软压，他们不信我说那你去问 Big and Pop。屌不屌？像只兔子。扯扯肚子。其实刘伯欣这一段挺高级的。还有大天才在旁边背卡。出门之前务必照照镜子，擦擦我的鞋，出门之后默念三遍你是孙子我是爷。哎，又帅气又亲切，工作不留到今夜，从新界干到东京，速度扫光，新款就在今晚，我两手提得满满一身做的成为他们短板奇怪我的钱包从来不会难产我就是喜欢引起黑的反感。全明星了。现在寒冬将至，寒风将至，跨湖三次娘炮，这个更屌。臂膀长尺，臂膀央视计划，强制机关圈子，臂端彼此不给面子，管你戏子尖子是否链子，是否怕子怕子，别这边就小面子。听吧，起来 ，I'm pitch body body generation， 二八的 D， 我们脏 boy， 什么都去争都能为，用的事业不要怪，谁都没时间浪费，很脆弱。在辉子的 beat 上面出现了那个男人，关键是这首歌就是 diss 辉子的。没有来我没气氛，那还蹭我的热度换你一生最多的评论，你也别说我凉了，废话不许言成亲，我说小辉说我要凉了，那你得结成冰，说我砸了你的饭碗，你可真搞笑，我看你不像个 rapper， 像是碰瓷界的老炮，你跟臭要饭的碰到我就赏你60块，如果当年倒的不是我，那倒的就是改变。就这么简单，你问题你要想改来了，你摊上烦恼基业荒，你非要装板闲，家二喜还在讨论说唱全是拉口嘴又非议，你在击破头上节目，我在给你心理规矩，放你妈的剩余大天才。这首歌们太有才了，全明星阵容。这首歌需要音源的赶紧点赞加关注，因为这个东西上不了一般平台，所以迪伦哥只能采取一些不一般的技术发给你们。太有市场了，小蛙蝎赶紧去做 remix， 流量大了不得了。我上期已经说了，喜欢说唱们你不一定非要当 rapper 嘛，只要你的爱好能够让他搞到钱，你管他是自己唱还是在剪辑别人唱的，只是要做 remix， 他确实是需要些说唱音乐制作能力的。但是这个赛道我太看好了，快去斩。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嘻哈圈的商人，就是怎么靠这个东西赚钱的，能赚多少。赶紧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